持续热播的偶像剧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，男女主角张丽阳和叶星辰终于来到完全娱乐，与咱们既是文娱主持人，也是三明治同剧演员的宇宙和子红一起在摄影棚内大玩一波喽。毕竟我们《三明治女孩逆袭》嘛，一定要跟夹夹乐有关，人体夹夹乐这件事情。现在这边有两个大骰子，对，那一个呢，一个就是会让大家心痒痒的动作，再来接下来是部位的部分，丢到就要做，丢到就做，没有含扣的空间，我们就先第一 round。让那个小心拿，对，是先丢这个动作，对，然后先丢动词，我要丢了，我刚才叫你小心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砸到。好，那我们女生动作先，喂，缠缠，我是觉得最难的啦，缠很难，因为要整个抽在一起，欸、对，哦，这时候动作就非常重要，这时候名词就很重要，用哪里缠？大腿，大腿，哎，好像还 OK， 哎，这个很有画面。我刚才想到鼻头要怎么缠啊？对，好险没有抽到鼻头。还好还好，我们就是哦，那就是缠大腿，那就是两个男生对吧？你们两个缠，然后小心在中间。等一下，他在我们大腿中间吗？对，真的就是要中间。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人的。缠起来的大腿的中间啦，对，是啊，是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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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就是很，对啊，好，我们试看看。对，那这个动作要定个五秒，给粉丝们截图这样子。好，你们定案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数秒。好，那你们讨论一下动作，然后小心两个要缠大腿，我们可以坐吧。这样坐着啊，有你们合理，他们觉得合理就 OK。哎，尽量有那种缠的感觉哦。但你留一个空间给我吧。哦，两脚一起缠。哎，你哎，可以可以，刚刚那边可以。你都进来了，然后又出去，就是卡好了，不是、啊，白痴哦。哎，骂执行长，请勿骂执行长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们遇到什么？我就往讲了奇怪的话。好，你先进来，先进来。你们平常好像练大腿就 OK 啦。不要再讲进出这两个字。那他等下行程要在哪里？好，尽量我们先塞一个地方，帮你塞一个空间给我。对，让大家截图，至少你有在中间就好。去吧，去吧。好，那你们大腿缠好了吗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画面？对啊，你又没有缠，你要在阿妈，我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在你脚这里。好，这样 OK OK。可以吗？你们有一起缠的感觉吗？等一下，你谁把我腿包？哎呦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棒，这样很有，请粉丝截图。好，来，在你们要我要换吗？还是都没差？换名词动词，就是换成是。其实不管怎么想都没差。好，换一下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一样是我们。不对啊，所以我要这个。好，OK。丽阳先来。动作。很凶哦。转？怎么了？动作很多，好难哦。转什么？这能转什么啊？转屁股，耶！不要鼻头，不要鼻头。哦，手肘还好。哎，目前是轻松的。来，我们男生先就位，转手肘。转手肘。好，就轻松啦。这样子啊。那你要在哪？对，女生可能要想一下要怎么跟他。我怎么觉得他进来会被打？奇怪哦。不是，你们要，哎，不是这样吧？是这样转吗？转手肘是这样吗？大家想象中是这样。对啊。头转。哦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可是转手肘，我现在在转了。Sorry， 刚刚大会宣布那个转是要用头转，所以你是有一个人的头要转那一个人的手肘，然后苏小金要在中间。你没有考虑到发型师？猜拳。假转，假转。假手不，哎，慢出。假手，假手不，假手不。啊，来。算了。所以苏是手转，头转。我头转了。哎，这么好，对啊，你都吹起来了。头发都没关系，我愿赌服输，来吧。要怎么转？就是这样转。没有没有，我转就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手肘给他用。Oh. 对，然后舒爽。这样子哦。对，然后在这就好了。要要要。你这是私心吧？太过分了。可恶。这也被发现。请问这个？你直接让他抱你，你是要在我们两个之中间。那你先示范，来。等一下，来，你过来。我。哎。突然这样，你还是没办法转到他的。啊？怎么啦？等一下，这怎么？好，不然你先往右边我看看。这个姿势好像可以这样。好，不然你们转好，我们请。好，你就去他怀里吧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你转。哎，赶快拍，赶快拍哦，赶快拍哦，赶快拍哦。哎，我要来了，你不能放开啊。
子彤开始转，我们就开始倒数。子彤不转，我开始转的时候就开始五秒倒数。你怎么转？好不好？哎，那香烈，等一下，我要热身一下，我最近脖子常扭到。哇，这个画面！我要离开画面。好，那个，对粉丝刚好截到这张，大个子。好了，来喽，今早我们就倒数哦。来了，来了。还是要注意发型啦。是。哦。好可怜哦。好棒哦。谢谢子彤。没事没事。哇，你头发超乱。没事没事。抓一下抓一下。哦。OK。来。好，第三 round。宇宙先丢。好，先丢。林思雨，好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也，鼻头给镜头看一下，这个也算鼻头，这也算狠。好，换我，换我。我们卫生纸先吸油，换我。啊，磨磨啦，哇！而且还特别红色框起来，他们两个磨鼻头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准备一下，准备哦。那我要站这里，有脸的问题，擦这样就是。好，那我们你知道磨鼻头是一分钟的事。没有，我们还是五秒，只是可能那个码表会是比较慢，慢一点。好，那粉丝开始截图喽，一模之后 ，OK 了吗？一模之后，来，你模我们才开始数哦。好，开始哦。来喽，一，好笑，哎，太入迷。好，一秒过了，一秒过了，来喽，我跟苏小晴一样踮脚尖，三、四，天，直接直播人数飙爆表，五，好啦，好啦，哦，这真的超浪漫啦！凯青发一波糖 ，CP 粉们想必粉红图截好截满，接下来这段阿芷与阿青的哈利视角剧场也必须收藏。苏小晴，你在哪？我去夜店。你去夜店？嗯，就 Melly 找我啊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能去吗？阿爸，你来接我。那你跟他们说。好。你有男朋友。好。不可以在外面这样子。可是他如果我是谁怎么办？可以说吗？说是执行长。可以公开。你要的话，当然可以。好啊，那我来接你了。快点！哦，秒出戏。有哎，有哎，好有。有哎，哇哇哇，真的太有了啦！但是只有一段真的看不够，马上再来一场凯青甜蜜蜜。喂，阿青。阿芷，你在干嘛？我刚下班。不是说要跟我一起回家吗？我要跟你一起回家。你要载我回家？哦，有啊，可以啊。你不是回到家了吗？我是先回家放个东西，所以现在。然后你要来公司接我？好啊。好啊。那你肚子饿吗？嗯。那我们去吃那个拉沙面好不好？还在拉沙面啊？可是现在很晚，已经关门嘞。那你想吃什么？不然你来我家，我家有厨房。我煮大烧面给你吃。好，一个 happy ending 了，甜蜜啊， happy ending。我最近工作好累，真的好累。然后我有点失忆，我忘记为什么你救曲子俊不救我。啊？所以你可以跟我撒娇，然后让我开心一下。好啦，不要生气啦。我以后都救你，以后都救我，我不要每天溺水。好，我保护你。这么 man？ 嗯。好，好。你要撒娇，快点。不撒娇。你不会撒娇。好啦，你不要生气嘛。阿青。阿子。上次顾昭璇来我们家里，嗯，被他坏了好事。对啊。怎么办？那我想要亲亲。啊？现在啊。好，可以进来了。
好好好 ，OK OK。好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有啦。好了，希望你们下次还有机会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次一定要再来。对，那下次来就放一点，放一点。对 ，OK。放一点，还没有很放吗？好，他想下班了，他想下班了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演员群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周日继续收看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哦，拜拜，拜拜。